好好的活路你不走，却偏偏选择死路。老公，我下辈子再为你生一个。钱算什么呢？我叫李瑞敏。那么大的游轮，怎么可以说沉就沉了呢？这里不可能死的。 放心吧，哥，我会帮你找最好的医生，帮你恢复记忆的。为了这样的人值得吗？别以为你自己年轻美貌，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。你现在是要跟我谈条件？难道你要我跟他说，你不可以跟这个女人在一起，因为她是你爸爸玩过的女人？你不是说你老公也失忆吗？我要你失去一切。